OK， 好，来，欢迎王议员、议员长，让我们陆续到场的好朋友、我们贵宾朋友们，好，我们的顾黄水花议员也来到现场，欢迎。6月30号，只要来彰化消费满200块钱，无论你是发票或者统一这个我们的那个免费统一发票，或者你是用台湾Pay的，只要的你的消费明细，那上传我们的这个新政府的网站，就可以有摸彩的机会。那每200块钱有一次一张，或比较高金额的话，那最多有10张的一个摸彩的一个机会哦。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钱花在彰化。那我们的摸彩品呢，总共有我们的那个青年住宅有3间哦，另外的话我们还有这个电动摩托车有100台，以及我们有18000个现金奖哦。那欢迎大家把钱花在彰化，那相信你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收益。那另外我们的厂商也有各自都有他们的一个加码，包括有买一送一，买也有20%的一个回馈等等，让大家把我们的就振兴券给一个做大哈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们振兴券原本是用到4月30号。那但是呢，你后续的现金来采购一样都能够在我们的振兴方案里面，所以欢迎大家从10月15号开始，一直到我们的6月30号来彰化来采购，就绝对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好处和好康哦。后续售出3户的部分哦，那最高的金额是在350万哦。那如果说你不符合我们彰化的一个这我们青年住宅的一个标准，那就改采以领现金为主。那因为我们的在跟台湾Pay来做这个方面的协商，当时就有跟他们讲，在台湾Pay花费的一个过程中，那所有免我们的手续费，一直到6月30，所以我们整个活动是延续到6月30的。一些客制化的一些文创产品啊，对，好，这些都是青年朋友的东西，欢迎大家都来支持我的青年朋友啊。振兴经济，彰化加码倒数。